是独特的构思，希望大家能够喜欢。Why am I saying this? 请大家敬请关注，我们一起同乐，好吗？ It's because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show by Chinese music and African dancers performing ever before. 因为呢，今年2017年是中国进入鸡年，在这一年里呢，大家喜气洋洋，请看我们非洲的传统的舞蹈演员给我们提供的鸡的神像和风采。You are welcome to this show with dancers by a group called Noko Yejin. 这个传统的这个艺术小组呢叫 Noko Jin， 他们呢主要是继承了前人留下来的宝贵的非洲的传统的艺术，主要是集中在舞蹈和当然也有歌唱方面。下面呢，请大家呢欣赏他们的精彩演出。I can see you clapping your hands. This is a beautiful show. Take the show now.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看看他们是如何的用肢体语言展现传统和现代和世界上的各种艺术的一种最好的、最恰当的一种精彩的融合。Here we go. 好，请欣赏，欢迎，请开始。 敲起我的锣，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山间。